大家好，我是大儿。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豪华版的泡面新吃法。耶、yeah, ，因为最近台风天很多啊，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几乎都在家里吃泡面。对啊，其实吃一吃有点干，所以我们就要想集结亲朋好友给我们的各种偏方，挑了几个看起来应该会不错吃的吃法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泡吧 ，Let's go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在那个全联跟 Seven 都没有找到满汉大餐，还是你演，还是他换？怎么可能？是我演脱？你是不是想卫生纸？对啊，而且你滴到桌上了。我知道啊，我会擦。那现在先试这一碗哈，加蛋，然后接下来要加什么？孔雀香酥脆，想不到吧 ？Oh my god！ 我先把它搅一搅。天哪，会好吃吗？我跟你讲会，而且你刚开始阻止我加汤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加进去之后会吸一点汤，所以我刚刚就是思考了一下，我还是把它加到我觉得想要的量。因为我比较重口味，所以我都不会加太多水，盖过面就好了。那会很咸。不会啊。打开了，基本上应该是撒一点点就好了。哇，你太多了啦！太多了啦！哎，快没了。太多了，有病是不是？我觉得闻味道起来就觉得它还蛮搭的，放一颗小鱼在上面。然后一起吃，很好吃，像是麻辣锅里面放油条的感觉。你要这种要软不软的这样子搭上去。我妈有没有很理解？因为这个饼干有点甜甜的，所以它就是这样 gamdi gamdi 的感觉，然后它香香的那个味道，还有脆脆的口感，很强好不好？你为什么不理解啊？你对食物的理解力怎么那么低啊？麻辣锅喜欢放油条的人，就加一包孔雀香酥脆吧，多简单，就把它撒上去而已，然后加颗蛋。觉得任何泡面只要加蛋都会变成对啊，蛋嘞啊，你看到了它半熟哎？为什么有一个肉松味啊？噔噔，番枝什么？茄汁青鱼。本来的那个人跟我说要用红茸的番茄鱼罐头，但我真的找不到，红茸，所以我就买台糖的。这是整罐加吗？对，整罐。啊！你也是还好。哎、欸，你会开罐头哎、欸？你是我看过最会开罐头的人。不然一般会怎么开？我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开成这样，我应该会就是很久。嗯，这是番茄酱吧？它好浸鱼的味道啊。鱼呢？你要把口水，好像没有办法啊，喷出来了。我就是个有办法边拍片边擦桌子的人。你看是不是会爆出来？对啊，做汤比较少哎、欸。我刚刚就有想到这个问题。好，我现在要怎么处理？搅拌它吗？轻轻的搅拌。我最不会搅拌东西，不然我觉得可能被污染感。不会，怎么可以这么说？然后看汤片，它汤片没有那么辣，它超大一块，太大了。而且这碗就是超多肉，这个超好吃，蛋白质很高。你喜欢哪一个？我比较喜欢那个口感上，而这个就是吃的比较饱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泡面吃到剩汤跟一点点的面，我们要把它加饭跟加 cheese 拿去焗烤，为了让大家看得出来会长什么样子，所以我准备一个透明的碗。你好贴心哦 ，Hello， come out。你可以温柔一点吗？因为我在录影，而且你手一直挡我镜头。我要压它，压一下。你叫我为什么要压？让它锅平啊。它会变锅巴吧？等等等等，会不会漫出来呢 ？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这样就好了吧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再摘一点吧。摘一点吗？摘一点，但至少盖过饭吧。我想说让它可以沾到 cheese， 你觉得呢？摘一点，好。粘住了。没关系，你用手把它拨开嘛。要很多吗？多一点吧。那我全下哦。全下会太过分。不会。我觉得一半吧。好。等等，进烤箱。第三种神秘吃法来了，其实这就是一个不败的吃法，就是剩下的汤加饭，然后再加 cheese 拿去焗烤，真的好贪心的感觉。结果有啦，有啦，一点点。那家里没烤箱怎么办？家里没烤箱你就不要吃这个。这会很机车吗？家里没烤箱你就试前面两种嘛。这只是你如果吃剩的汤还可以再吃一餐，一碗泡面就两餐了耶。好好啊，好好啊。牛肉跟 cheese 九是搭。刚刚不然滴了一滴口水进去。焗烤牛肉炖饭，这根本就很像是外面餐厅做的、啊，为什么这么厉害、啊？好啦，我们今天介绍这三种豪华版的泡面隐藏吃法给你们，
希望大家台风天可以吃得开开心心，那你们可以安然度过台风天，要注意安全哦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，还有下面留言我们都会回复的，谢谢大家，拜拜拜拜。